你信不信它能飞回来？真的吗？只有飞出去才能飞回来。我看看，它是靠的一个手腕的力量。啊，我看看。以前练扇子的时候都是这样练，对吧？好，来。哇！基本功相当扎实。太帅了！真実はいつも一つ。哇哦，练得好！哇，这个特效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把它 P 一下，把它 P 一下。等一下啊，再来一遍。接，把它 P 掉。然后你要接这个。我都不用看它，你不用看，接接。你去接一下那个动作。好，等一下。这个特效。反正大家刚刚都见证到了刘宇摔的我今天。太贵了。